是 four， 天津的燕如像星星一样重感情，创造十载最强绅士，我是沈燕如。Panasonic 挑战大马公民，参加史上最残酷的比赛，你将有机会蜕变成闪亮巨星。没有年龄性别限制，只要你是多才多艺的大马公民。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老加油！请准备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地址及联络电话，通过以下方法参加报名。你也可通过网站以获知详情。Panasonic 要你发挥潜能，尽情享受台上的喝彩。这个星期请亲临现场观赏参赛者接受残酷的考验。得奖的是，你开玩笑吗？狂热六月 Astro AEC 现场直播第十七届金曲奖，谢谢。标榜原创精神，对音乐佩服的五体投地。Rock and Roll， 还有 JJ 阿妹九零摇滚女的周六晚，一起来举起手。AEC 全新制作新闻报报看，晚间为你点评一天的时事新闻，创韩国收视第一，叫哈韩族狂喜。巴黎恋人，营造浪漫氛围，实现传奇爱情。刚刚我许了一个愿望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会相应。综艺戏剧最 local 的，只在 Astro AEC。佢被证实已经死亡，点解又死而复生？六月十六日晚，谜底将喺 Astro 华丽台开解。我丁有康对得住天地良心，我冇做过。丁有康罪状榜，点解要闪我？陷害兄弟，点解恐我出女？咁叫兄弟啊？对唔住。火车行空，你为咗要做冯世邦嘅女婿，你就杀咗阿文。我谋杀养母，你知道太多嘢，你杀死云雨，你冇人性。虚情假意，到底为咗咩动机？你根本冇信我，点解你唔信我啊？你认为我系正人君子，由头到尾我都冇觉得自己系。周末大反派呈现，义不容情。今晚 Astro 华丽台。